就叫做战场，铠甲是我蓝色荣光，再多一秒烈焰狂潮就要引爆电野梦场，加速心跳步履奔忙，肉身就化作铁壁铜墙，我愿用初心点亮希望，我要用生命扭转时光，我会再回到你身旁，我火焰燃起就叫做战场，铠甲是我蓝色荣光，请把你拉响，穿越热浪，我们张开守护的翅膀，逆行的路上不负勇往，我们刻下滚烫的勋章，接到报警，富家小区发生火情。让一下，让一下。把我们该小区的行动救援方案拿出来。是，迅速观察火情，怎么样？吴健，你迅速出两把枪，控制住火情。明白。陈战，起火点应该是在410附近，让罗杰注意一下是410前面还是后面。嗯，我带人去五楼搜救。好，注意安全。陈战，我这次继续打安全员。你和霍岩一起去搜救，对角调到一频道。站头。这次你来当安全员。罗杰，罗杰，你那边什么情况？陈战，我马上到达四楼。一、二、三。陈战，我们已经到达四楼，准备灭火。罗杰，罗杰，这边什么情况？陈战，楼道里没有明火，搜救队可以上了。收到，注意安全。罗杰，霍岩，霍岩，现在可以进行搜救。霍岩，收到，注意安全。大家小心。门的温度已经降下来了，准备破门，水枪做准备。后面跟上。四楼楼单，跟上。Thank you.
点。陈军，在四楼底部发现了着火点，注意安全。车头到，注意稳定好群众的情绪。好，明白。有群众反映，楼上还有危困人员。有伤员下楼注意接应，快快！小心，慢点，把车拆了。你们了，好。估计受影响，需要输氧，先送医院。没情况下来了，注意安全，离人群远，离人群。醒醒。往上抬一点，附近有香水作坊，存在安全隐患。再等我回去看看。快去叫杨大夫！站住！
陈叔，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陈战，你这里边什么情况你都不知道？你现在进去能干什么？你知道我因为什么来救援队的？你要干什么？报告命令，听指挥，说给谁听的？快点回来！现在特别留起火，有医护人员正在里边。你现在能不能看清楚里边的情况？官收到。火是从底楼而起，火势很大，让咱的人别从一楼进入，向外面向外。陈战，四楼东侧的窗户打开是最佳救援点，让军汽车准备。收音机，上。说是四楼是吧？那我现在就是四楼。是被困人员吗？从现在起听我指挥。现在一楼很快会升温，要尽可能远离火点，小心可能的流淌火，沿着楼梯向上走。小安叔，用你的衣物捂住口鼻，低着身子，关上眼和口，防止烟雾回流。别着急，慢慢来，我们一定救你出来。小安叔。希望再次合作愉快。仔细听我说，沿着楼梯向上走，我会一直陪着你的。这个门是开着的。别急，先关上房门，找找毛巾或者打湿你的衣服，塞住门缝，防止烟雾进入。你的旁边应该有扇门是通往卧室的门，打开它，我们会从卧室的窗户救你。这有个门，这不行，这门是锁着的。最后几步撞开它，你一定能行的，加油！我相信你。好，我试试。
没事，别着急，站好。。那么惊险啊，人没事就好。你确定你没事啊？我真没事。那不管你了。你回去吧啊。行，我先走了。小心点啊，回去小心啊。哎。小鼹鼠。哎。起来了。嗯。头还晕吗？没事儿啦。谢谢你来救我，够铁的。常规操作，你瞧你那脸，真跟鼹鼠似的。很脏啊！不早说。你要注意点啊！别老第一个往前冲。知道啊，你没事啊？当然没事。我还有点事儿。谢谢水袋。哦。前面车送来一个水袋。是的。是他。帮我们把这瓶水袋送给他们。哎，你在看谁？就是那个对讲机男。他啊，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帮助过你的人啊。看着，姐帮你要微信去。等着，哎，别，小佩，等着姐。嗨，你好，我是白小林。我先走了，我姐。是这样的，我们家燕兰。我们家燕兰刚才一直在夸你。就夸你特别好，还夸你，总之真的一直在夸你。哦，我们家燕兰啊，是东南医院的一名医生，那叫一个人美心善啊，追他人都排到法国去了。哟，大英雄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他说特别对。燕兰那家医院相当优秀，跟您啊这是特别的般配。你干嘛呢？赶紧加上微信啊，让他们俩赶紧约起来。这种好事可不能错过啊，大哥。哎呀，我都给忘了，知道吗？赶紧约啊！我加您个微信好不好？来，我扫您。来，把手机拿出来，我扫一下您。你们周末都是有双休的是吗？有双休，嗯，
您通过一下。哦。那我们微信联系。哎。走了，拜拜。哦。帅哥嘛，怎么是消防员啊？人家不仅是消防员，人家还是站长呢。罗站，走了。羊肉、牛肉、毛肚、金针菇都是我爱吃的，你们真是够意思啊！我吃清汤锅，你们吃麻辣锅吃这么香，太狠了。吃不着，闻着味儿也是一种补偿。伤后忌辛辣，我们也是为了师姐你好。我就吃一口。哎，我天！你们是练武术出身的吧？哎呀，拿过去。哎，说个正事啊，知不知道李教授那个课题最后选谁了？我倒是听说了，但是没定是谁吧。嗯。你没有去跟李教授申请吗？申请了呀，不现在还没定呢吗？哦，那就行，那就行。你们都在这儿，哎，要不要一起吃火锅？不吃了，我刚跟李教授讨论了点事情。你跟李教授有什么可聊的？我得抓紧跟李教授学习，好尽快在他的课题上做贡献呢。什么？你选上了？呵，这么热闹啊！叶教授，你怎么还没回家？哎。教授，你起来吃点，我给你拿双筷子。对啊，不用不用，我是跟你说事儿啊。啊，我有一个新的课题，是我们医院和东山站共同研究一个消医联动实验课题。这个课题很重要，探索一下这方面怎么才可以做得更好。你和我一起啊。好吧。呵，这还挑肥拣瘦的。我是很期待在未来几个月，我们能拿出一个切实有用的方案来。啊，嗯，好吧，你们就慢慢吃，我走了。叶教授，那这个课题是不是会经常待在东山站啊？是，就是和我们对口的东山站。啊，好，再见。教授，拜拜。拜拜。哎，李主任啊，你是知道的，那天隧道的车祸。对我们韩氏药业的影响很大，把我们单抗药的样品全都烧了，检测报告还麻烦您先按照我要的方式出一份。这件事我也很为难啊，我们真的得给您的新样品做临床才能出那些结果。李主任，不要操心你不该操心的事情，新样品很快会给你的，放心吧。小宝儿，看看群啊，回复一下。嗯，嗯，什么嗯啊？让你看群，快点儿。哦，看看你姐妹我是不是够有意思的啊？怎么样？物理治愈系长腿大叔，还长腿大叔呢？哎，不过罗杰说的没错哎，这个人说话奇奇怪怪的。你现在才想起人家罗杰来啊？我告诉你，这老吴虽然说没有人家罗杰帅，但人家胜就胜在样貌老实。我告诉你，肯定会疼人。姐最懂你，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肤浅的人。你还是错了，我还真是肤浅的人，我就喜欢长得好看的。你要是喜欢长得好看的，你干嘛不跟人家罗杰在一起啊？你这还约上人家吃饭了呀？对啊，我只是想感谢一下他，你这弄得我就要跟他相亲一样，我才不去呢。要不然你陪我去。我去干啥？那我不去。我也不是不能去。这样哈，周日晚上金陵大宝 N 四塔 N 空间餐厅。我都已经帮你订好了。
什么桃花运呢、啊？就是咱这职业加持呗。人家医生高看了我一眼。医生 ，doctor， 不是，咱们都去救援了，那穿的都一样，怎么偏偏人家就觉得你加成了呢？你得自信一点。我都看见了，这家伙聊天聊微信，说约吃饭呢，干干干。行了，不行，我也得蹭蹭他头。哎，行。我问你啊，你说吃饭吧，让人女孩请客，好吗？你真约上了？是，真约上了。不是，老吴，人家女生说请客，那就是客气。啊，你可别上钩了，自己留点心眼。我看未必。根据我的恋爱经验呢，在社会上喜欢咱们这种制服小哥哥的小姐姐，没准就是什么，富家千金呢，财团之女啊。人家要请，你就让人请。你可拉倒吧！你最近又开始看哪部电视剧了？请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吧，大印同志。你没什么恋爱经验，你不懂，我不怪你。老吴，倒插门不丢人。哎呀，你俩别吵嘛，你俩一吵我就紧张，我就开始焦虑了。紧张焦虑，给我洗澡去。别，老吴，不能跟他洗澡。不是，怎么呢？不安全。你原谅我。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是不是？我贱，我自己去，我需要冷静一下。此刻我现在很恼火啊。错，大玉。喂，我刚从小院病房出来，你没在医院啊？我给你买了黑糖珍珠奶茶放你办公桌了。你那伤刚好，平时注意休息啊。我不在的时候你照顾好自己。那行，你先忙，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哎，罗站长，叫我，当然是你，这里还有第二个罗站长吗？我们认识吗？哎，你不是老来我们医院吗？而且又是我们那兄弟单位东山站的站长。哦，副站长。不重要了。哎，咱们加个微信吧，这样以后有什么工作的事情咱们可以讨论讨论，或者工作以外的事情。来嘛。哎，要不这样，以后燕兰在医院的事情你也可以问我哦。好，谢谢啊。我扫你。加好了。哦，回头约你吃饭啊，罗站长。哦，请回答1988八级26程。你来了。对，就是这种感觉。麻没啊，是不是全身都酥了？这招叫摸头杀。和女生第一次约会要多聆听，少说话，不要把咱自己的缺点暴露给女生。跟女孩第一次约会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让她觉得你对她跟对别人不一样。千万别搞特殊化，你要让人女生觉得咱绅士、有礼貌、有教养，对别人啊要保持距离、礼貌，对他呢温柔体贴、主动热情。能比划，千万别说话；这能沉默，你千万别比划。你就这么着，好吧？好。什么呀？约会最忌讳的就是啊，你这样会让人觉得你在敷衍他。霍长。老吴啊，霍长，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就觉得吧，这个大印和颜亮不靠谱。老吴啊，这方面我也不是很擅长呀。
不是霍山，你别谦虚了，怎么着，你也比他俩靠谱多了，是吧？那要不这样，你把我当成是你的约会对象。哦，我们简单交流一下。你好，吴镇，很高兴认识你。嗯，嗯，很高兴。我们吃什么？我是问你，我们吃什么？都行啊，可以啊。霍展，我真的特别紧张。你一带我进入这状态吧，我就特别紧张。我不知道怎么聊。你懂我意思？喂，陈建啊，啊对，我跟霍岩在一块儿呢。陈建说啊，刚才打你电话没人接。哦，有一个重要的课题要跟你商量。哦，一会儿啊上中队部找我。啊不找他。啊，好，拜。有了。听得见吗？能。一会儿女孩子说话的时候啊，你就侧一点，这样收声效果更好。啊。回答问题的时候不要着急，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明白吗？哦，明白。加油。哎。加油。小白，你到哪儿了呀？啊，燕兰，那个我这儿突然有点事儿，我今天去不了了，实在不好意思啊。你跟那个好好的，好，我挂了。哎，真是够朋友的。吴大哥，实在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实在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没事儿，我也刚到一会儿。哦，认识你很高兴啊。啊，很高兴认识。吴大哥，您别这样。哦。很开心能够通过救援认识燕医生。啊，很开心能够通过救援认识燕医生。确实挺有缘的，不过在火场里真的好吓人。你好，请问需要点点什么？来杯气泡水就行。吴大哥，来杯气泡水就行。吴大哥是要点餐是吗？我刚才那句不是对你说的。我刚才那句不是对你说的。你说的啊，今天要多给我讲一讲燕兰在医院的事儿，好吗？没问题。哎，就是这儿了，我带我们同事也来过，我保证你会喜欢。所以燕兰是不是也特喜欢这家？这我不知道。不过嘛，罗站长，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这还用问？除了她，我就没喜欢过其他女生。那要是你喜欢的女生跟其他男生在一起了，你会不会死心啊？不可能。再说死不死心是我的事儿，跟她做什么没关系。你话是这么说，怎么做啊，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走了。点个餐，你要需要什么？吴大哥，
您要吃什么？肉眼牛排。哦，肉眼牛排五分熟。嗯，好，我正好也要这个，那就要两份吧。好的。等一下，给我们也来两份。哦，好，您稍等。小鼹鼠。罗杰。罗战。老吴。哦。你们这。既然大家都认识的话，咱们就一块儿坐吧。行，那一起吧。来，一起。哎，我坐这儿。放轻松，没事，先别说话。哎，你们认识啊？哦，刚认识。之前吴大哥不是救了我吗？这次我特意来表示感谢的。叶医生，你就别害羞了。你们俩这要不是约会的话，吴大哥会忽然穿成这样吗？不过吴大哥这么老练，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了。我倒觉得吴大哥不是老练，这是干练。你这就说笑了，老练也不是什么坏事嘛。小鼹鼠，啊，你要是想感谢老吴的话，你跟我说呀。我跟老吴这关系，我替你好好谢他。这种事儿我自己来谢就行了。没事。哎，对了，你们俩是？约会，吃饭，还不是一个意思。不是。算了，不重要。反正今天我们几个难得大家聚在这里，我请客。哎，这牛排还挺热的，我帮你接了吧。哎，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好嘞。吴大哥，你需要帮忙吗？我帮你吧。嗯，不用不用不用。哟，还挺甜蜜。可以了。谢谢。老吴，我帮你接。嗯嗯。罗杰，罗杰，我也要钱。女孩子应该学会照顾好自己啊。那他呢？他是动物。对了，吴大哥，啊，这一次请您过来呢，嗯，是想表示一下我的感谢。之前您不顾个人的安危，嗯，救了我。不过也不只是我了，还救了很多人嘛。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作为一名消防员，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每个消防员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也应该感谢你。您作为医生，冲在第一线，抢险救灾。只有我们之间的默契配合，才能够让人民群众最少的减少伤害。也请医生，别忘了感谢您自己啊。老吴，你今天说话怎么这么老干部啊？啊，吴大哥，您这么说，我都怪不好意思了。老吴，啊，够拼的。呀，吃牛排，别凉了。哦，吴大哥，您还记得在隧道救孕妇那一次吗？我整个人都慌了，还多亏有你在啊。您记得吗？啊，隧道。啊。我记得当时。当时他展现了一个优秀的消防员的素质。当时吴大哥还，当时他表现得非常英勇，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跟他把这顿饭吃完。哦，你说那个隧道的事儿啊？对啊。其实当时，其实你也没想那么多，这是你应该做的。罗杰，你别老打岔，人叶兰想听的。吴大哥，啊，你快说，当时你是多么的英勇。
食这事儿吧，跟我没太大关系。其实吧，隧道的时候吧，主要是靠罗站长还有霍副站长。哦，当时啊，拆除的时候是霍副站长提出来的，才解救了那么多人。牛排要凉了。吴大哥，我知道两位站长的功劳很大，但是对我而言，是您帮了我两次，就是在隧道救援那一次，我整个人都慌了。是你让我镇定下来，还有火场那一次，我都觉得我快绝望的时候，是对讲里你的声音让我找到了希望。牛排要凉了。不是，那事儿真不是我干的，那事儿是刚才我跟您提那个霍岩霍副站长，他做的。习惯了黑夜，不敢期待明天有什么，厌倦了坚强，我有没有流泪的资格？是你吗？很需要一个笑拥时候，好像那个目光亲吻着我，在你降临那刻，世界都亮了。Baby, you're the only love, and I just want you by my side. 你让我等了很久，原来是为了你的出现啊。Oh, baby, just to take my hand, and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命运不会关上那门，值得就等。生活里处处都图个方便，不过杂物随手堆，小电驴骑到家门口，这样可不行。楼道是大家共同的逃生生命通道，在楼道内给电动车充电，相当于在家门口埋了一个不定时炸弹。切记，电动车撕拉乱放，火起时很平时太浪。交给朝阳树深情，你哭过，热心情都担心，抱着你把喧闹都屏蔽，遇见你晕开了，原谅你那秘密，这秘密的谜底是我们对视着所隐爱意。过了你的心，再去牵你的手，穿过了很多夜，才懂光不会走，你在就会知道，敞开的怀抱随时等着我，就像慢慢和你共白头。